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悠久之旅哦，终于来到我们的八峰第五层，八之五之一之一悠久之旅哦。这个用我们这个通关率达到99.9%，九多少不知道哦。哦，高几率通关的一个队伍来做一个通关示范哦。目前哦，这个队伍的稳定性一样非常的好。哦，这个经过三天三夜的那个奋战哦，我们终于来到第五关了哦。基本上是蛮累人的啦，相信大部分玩家也都还没到第五层。这时候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这句话是有它的道理的哈。现在时间是凌晨4:54哦，百姓已经睡到翻过去了，是刚醒来的一个状态。我先把精力出起来了，比较快。哦，因为我们有路西法加露娜的组合技，所以这样通关来讲速度就差很多了。好，顺利来到第二关了哈，92万的问号腐蚀哈，那个带一点小爆发给他吧。小爆发的目的只增加我们通关的速度了哈。哟呼！哦，无所谓。哦，善用两波哈，善用两波。带走，带我走。下一句不会唱，所以就没有继续唱了。魔族 CD 重置无所谓，我们技能都开光了，接下来就是再把技能再储回来就好了啊。好，这一队要快就是这样就好了。由于下一关我们要爆发哦，所以这边的话，哦，稍微除一下技能哦。哦，这次关卡出的是有点太多了，这个个人认为是比较不适合给玩家这样玩。有一些玩家有反应啊，说关卡太多，根本就哪有时间打完，又有任务之类的。
哦，所以还蛮多人都停摆的哦。这个关于八峰大蛮多人都是属于停摆的一个状态。打起来五回合哈，我们先把它除起来没关系，因为怕不然下手太重的时候把它 KO 掉。拉回来，哦，三到五 combo， 请注意哦，平民一样是用三到五 combo 在做关卡的这个示范哦。可以看到百姓这样打蛮轻松的哦，啊，百姓的目的是让大家轻松打哦，如果打得很有压力，基本上就是挑战了，挑战一个极限这样子而已啊，哇，一般是不建议的。哦，例如刷榜之类的，哦，百姓很少在刷哈，也有刷过，哦，很少。那要刷前几名是就是拿石头去跟他刺就对了，应该这么说啊。我这个人是比较不在乎绑不绑的问题。第五关。无视减伤哈，无视减伤这个的话，我们就这一次我反而选择是开这个，然后再开毛汤机，露娜，然后再加这个大圣。开龙科，哦，绿出你要的那个光珠，好，就这样就好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哦，因为我们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哦，这关复活变强哦，直接也是一波把它送走哦。这个需要开妲己吗？个人是觉得是需要，开一下，不开浪费。反正下一关用不到，但是这一关还要再用一次的，主要是这个原因。一波218790滴带走，接下来就是对，欸，再把你的技能弄出来一次吧。主技爆发会比较省时间，所以我建议各位用主技的就好了。记得补血倒是真的。
好，等妲己好好的，杀猪还真的蛮多的哈、哦。还没新猪哎。忘记补新珠，好像要天降帮我们补回来，只是差在一个安全度的问题了哦。好，可以开爆发一波带走了哈、哦。那这个的话，由于下一关技能不能放哈、哦，那我们就是全开好不好？天雷战场只能下在他身上，所以没有用，所以我直接这边先开了、喔。看一下，一二三四六，二四六，所以是一样的结果，那就无所谓了。连转八颗六颗，应该都没错，没错。妲己看一下，哦，下一关是无法放的哦，所以我们就是对这边，我可能留个一二三颗，好不好？好像留没有很多哈、哦，再多二四，留四颗，好不好？开龙科，绿出你要的攻击珠。我带走你，哦，有点险哦，因为我们那个露娜的技能还在，所以基本上这回合就对我们来讲不影响哦，封锁所有主动技能哦，因为露娜还在，所以我们就再一波把它带走哈、哦。这个这一波的话，应该就是这样了，好吧？三百段能否一波带走呢？啊，非常的可惜哈、哦。所以现在只能来那个神魔之塔了哈、哦。所谓神魔之塔就是慢慢磨了哈、哦。没有大圣兵线，现在是不能开技能哦，所以全部都自求多福、哦。新珠，漂亮的钻新珠哈，不用害怕，把你的杂珠绿绿就好了。标姑娘一颗心都不会掉，我就不相信。好了，这一队来讲稳定度很好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科哦，也不要想要开了哦，你基本上现在属于无龙科的状态。哦，一场最多只能放两次哦。不管是不是已知用火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哦。不能开机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哈、哦。
当你失去技能的加持的时候，这时候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了啊！所以这个就是你 combo 数越高就越快越快通关了哈。加油啊，差一点点啊！K， 哦，好，啊，这边打的是希腊神哦，我们这个第一关打的是水，哦，有水火木光暗，然后再，对，哦，水火木光暗就那几只啊，哦，好，以上是这个悠久之旅。8只、5只、1只、悠久之力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